总的来说呢，就是人也不特别多，比以前来的时候这个状态其实也比较好些，尤其像今天这个天气也比较好，就是昨天刚下了雨，所以就今天过来的话，刚好咱们在这个湖边上呢，就拍照这一块呢，看到这个美景也特别放松，尤其咱们这个疫情马上感觉好像要过去了，所以昨天上感觉还是比较好的。禁不住的诱惑，这个春光无限好，禁不住的诱惑，花都开了。你说我们喜欢摄影，你说要错过了又是一年，对吧？一年花有开嘛，是吧？所以说就大着胆子出来，不约任何人，自己拍完，跟那个民众吧都有一定的距离吧。